我是怎么唱这个效果的？第一就是我们的关键词，第一个胸腔共鸣。我的嘴呢，这个时候不在这儿，我的嘴在这儿，我感觉在在这个熊头上啊，熊耳朵这儿，你看这个位置，对，就在熊头的这个上方，这个上沿，对，在这个位置，你的嘴放在这儿啊。第二点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连线。你看老师的书上，从除了第一个天没有连线，全部有连线，对吧？啊，一直到心啊，心没有连，第一个字。和最后一个字没有连线，其余的全部有连线，啊，第一个是胸腔共鸣，嘴放这儿；第二个是连线，第三个气息托住就可以了，就这么三点，记住了吧？好，听一下，看是不是我讲的这回事，这三点啊，哎，天，大家分析一下我的天字从哪儿出来的，而且我这个咬字都没咬了，我没有去咬，来。天字我并没有咬字，并没有像明哥一样天边有一对双喜，我有没有这样唱？同学们，我并没有这样唱。再听一次，我的咬字是怎么样的？天边有，我没有这样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嘴放到这儿，熊头的这个头顶上，看天边有，你说哪个有味道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不是说咬字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方法咬字的。哎，你看咬字是关键词，但是我已经排到第几位去了？统共四个关键词，我已经排到倒数第二位去了。把这个咬字，所以不是一开始就让大家使劲去咬字的，一定要把胸腔共鸣用上，声音的位置先放下来。对，再听一次啊，看哪个有味道。天边有一对双喜，觉得这样唱有味道吗？是不是同学们？